好，今天我们来一个特别来宾，他是高级版的 PM， 我们来欢迎恩熙去。你有被球迷打过头吗？如果你今天打了就有了。今天我们请他来呢，我们就是要，因为他的专长就是喝酒。专长是喝酒，没错。对对对，那我今天我不要当 Peter， 我就负责在旁边喝酒就好。让谁洗碗 ？Peter 啊，他还是要做他自己的事情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你来干嘛？我来喝酒啊。你先忙一下。你也不洗碗，我不负责洗碗啊。所以你今天来介绍高粱哦。我今天来。那你业费拿多少钱？我没有拿钱啊。我有帮高粱拍过广告。嗯，大家知道老许是不会喝酒的吗？厉害哦。对啊，厂商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厂商知道这件事情，但厂商不知道另外一件事情。这是我的高粱，真的分不出来。对啊。哇，你好瘾哎！这个演的倒不太像。来，我们现在先做炒香的动作哈，不要加油，我们就说加点糖哈。糖？糖的作用是要让它上色。现在这个步骤就是要加酒，加酒。现在直接加吗？金门的高粱酒58度，然后功用是什么呢？很好喝醉。加太多吗？其实我不知道哎、欸。比我一点点还多。真的吗？哇、哦，酒味好重哦。很香哎、欸，没有，我觉得很香哎、欸。你酒精中毒了？没有，真的很香啊。哦，我们真的。你太夸张了吧？真的很香啊！他很不懂高粱的美好，真的。好，这是哦，我不行。好，这时候呢，我们加那个辣豆瓣要炒一下。好，不要等它收干一点。啊，你这个要收干要等到明年。因为他的身材就是打篮球的嘛，然后那种篮球队的，你知道刻板印象是什么吗？就是就很爱喝酒，很爱出去玩。一开始第一次的时候，他说哦我不太爱喝，我以为在憋笑，就发现哎、真的是不会喝嘞。啤酒半瓶大概就可以把它放倒了。真的啊，所以想要减湿的，加那个姜，然后还有蒜头、洋葱加进去哦。很好吃。你有白饭吗？没有。哎呦，很有面。Peter 啊。你想去买饭？然后我们这时候加一点豆瓣酱哦，再加一点点老干妈。老干妈是什么？老干妈是高粱酒的好朋友。你说是麻辣锅会用到的东西吗？哇，不是啊。我知道你不吃辣，你真的可以。好，之后呢，我们会加一点点的花椒跟辣椒。好，好，你刚加很多酒。辣椒炒烹，它的香气跑出来，我们就可以加水了啊。好，香气跑出来了，而且还带一些高粱的香气。对，都有的啊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加一点水。其实你要帮我装水，你知道吗？你要跟我讲啊，你又不跟我说。我已经讲，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装水。来，我们其实要放回放是讲啊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月桂叶。这个大概煮45到1小时就好了。我觉得老干妈看起来好像会很辣哎。老干妈还好，你要不吃一口？不要不要。来吧，我跟你讲，就这样子。我玩游戏输的，我喝这个，你喝这个。我很乐意让你喝这个东西，我怕这个喝完以后啊，我们这一集就拍不完。没有，差不多快做完了。快做完了是不是？等我一下哦。好，洗刷刷你会吗？你确定你会吗？一二三。哎，你真的知道哎？我们试玩一把。One two three。试玩啊。好好好。One two three four， 刷。说、啊，好，这样就我赢了，好，你可以了，喝吧。试完是没有，我刚刚没有说试完、啊，请看比赛。一把定胜负。来、哦、，One two three four， 说、啊欸。我输了啦。我的不能吃辣，跟你的不能喝酒等级应该差不多。我跟你讲，毛干妈真的辣。刚就是要塞这个梗，塞那么久，你终于还行吧？哦，你脸红了呢。怎么了？你看到老干妈？我看到我阿嬤了。好，我们这45分钟除了煮饭之外呢，我们还让它等它滚哈。然后旁边这个人跟饿死鬼一样。好。然后我们等它滚到这个程度之后，我们把肉放上去，估到它满出来了。还要再加肉？你今天真的很故意耶。你也不辣又不吃葱。哦，你也不吃葱哦。我真的不知道哎，但我多撒一点哦。然后再点，哎，香菜你是不是？香菜我也不吃，王八蛋。这时候我们还是不要忘记它的主角，高粱酒。对，我先把它淋上去了。等等等等，是这样烧吗？哇塞！哇塞！燃烧！好烫呢。废话，我们让它烧一下啊、哦。你看上面有酒香气，
下面有麻辣味，还有香菜跟青葱。香菜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吃，所以我把它烧烧你就 OK 吗？没有烧完后味道更重吗？烧的话你都 OK 吗？烧的话，那我在讲什么啊？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我们好了，拌一拌了。我看你多吃点菜，走开啊！我要吃下面的牛腩呐、啊。喂，频道搞错了啦，不要学别人啊。哦，很香哎。我实在不喜欢。有些话我跟你讲，有些话不需要再讲。你说的哦，我就不讲话了。没有，讲一下。我就不讲话了。不是，你这样很干。它上面刚烧完高粱，所以有高粱香气，带花椒。对，花椒香很重。是不是很搭？我觉得蛮不错的。因为你这一锅还蛮辣，所以反而配高粱的时候，高粱的甘甜会有点被拉出来，就有成熟男人，你看我的鼻头。我身低不能吃辣。你真的为了我这样吃这种辣，然后又吃香菜，你真的是。你要为了他喝点酒，你要喝点高粱。讲话。你先吃牛腩，吃完后再配。倒酒。够了啊，这对你够了。应该要边吃边喝还是要吃完再喝？我习惯了，吃完的瞬间配，或是几乎要没有时候配，因为我不太喜欢两者完全混在一起。但是这好像每个人不一样。我还没喝进去。不是，为什么我们两个拍这一集要拍这么痛？真的，那甘甜味整个拉出来啊！因为你原本做的东西太辣了。不是，我做的东西真的好屌。我真的很不喜欢夸老鼠，你知道吗？爱看很容易得意忘形，但我还没讲完呢、啊。我觉得金门高粱其实如果滞销可以找我，应该要找这道菜来做配合。啊，谁做的？我们今天节目到这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啊。